有在喂母乳，乳癌几率就下降。然后我两边的胸部加起来有快20颗的纤维囊肿。我生完第一胎，我一颗是全部干净的。跟乳癌相关的其中一个重要因子，其实就是荷尔蒙的铺路。那你铺路的时间越久，你有可能乳癌的风险就会高。有喂母奶的妈妈，的确她的风险会降低啊。在喂的时候，其实你的泌乳激素有可能就会去压制其他的荷尔蒙。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东森超市33频道。